Hello，各位益友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穷通宝鉴》的第16讲“山下丁火”。我们还是先看原文：“四月丁火成旺，虽取甲引丁，必用庚披甲、法甲，方云木火通明。甲多又取庚为先。”第一句话讲四月，四月的丁火呢？就是在地旺的时候啊，因为巳火是丁火的地旺位嘛，所以呢，虽然也是用甲木来引丁火，但是呢，必须要用庚金来披甲木啊，或者是说法甲木才可以说是木火通明。那么甲木多的话呢，就要以先取庚金为先。那么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四月，它俨然用甲木和庚金的一个组合，这就是我们说丁火最喜欢的天干的这个组合，就是甲木跟庚金了啊。那么有些人会想，哎，那本来夏季的话火就旺，不是应该先用水嘛，对吧？哎，那么在这个丁火的这个取用里头呢，它首先还是用甲木引丁火，然后用庚金披甲木，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说，但四柱既见癸水，癸水一见，泄庚失甲伤丁。这里头就讲了，癸水它是不喜欢的啊。癸水的话呢，既让庚金泄身了，又让甲木变潮湿了引不着火了，又对丁火直接造成了伤害，那个七煞嘛。所以的话呢，它是把癸水作为病来看的，或癸水藏之，壬水出干制丙，不夺丁光，致使雁塔题名，玉堂清贵。他说壬水出干，制住丙火，不夺丁光因为丙火是太阳，丁火呢是星星，是吧？那么丙火一出来的话，星星的这个光芒就被遮盖住了。所以呢，有一个说法叫做丙夺丁光那么是对丁火是不利的。他说，如果壬水透出天干来制住这个丙火的话呢，就是防止了丙夺这个丁光的这么一个情况。这种情况，他说雁塔题名，雁塔题名也是一个典故那就是其实是科举考试考上了也就是说古代考上功名了。所以才有玉堂清贵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它是忌癸水而不忌壬水，壬水是防止丙夺丁光的，它是有好处的。他说：“或有庚无甲，戊透天干，此为伤官生财，又取戊为用，必主富贵。戊土出干，不见甲乙，又不见水，是伤官伤尽，八字清高，但不大贵，亦不大富。”见水多木多，定是常人。那这里头呢，他就讲了一个，如果有庚金，但是没有甲木，那么又有戊土透出天干，那么他就不是以甲木引丁火作为他的第一优先级了，是以戊土这个伤官来生庚金这个财星，成了伤官生财的一个格局，因为透出了戊土，四月本身就是戊土的入位，那又天干透出戊土，这时候呢，其实可以以伤官格来论了。伤官格呢，当然如果能够伤官生财，就是它一种组合有成的一个标志。当然伤官也可以配印，是吧？那么伤官来这个没有这个甲木的话呢，就不能伤官配印了，因为有庚无甲嘛。但是伤官生财也是好的，他说必主富贵，戊土出干不见甲乙，又不见水，是伤官伤尽就是因为伤官格局呢，没有甲乙木来克制这个伤官也不见官煞星，那么他说可以认为伤官伤尽，那么八字清高，但不大贵。乙不大富，这种情况底下呢，是讲了伤官伤尽不是伤官生财了，那可能连庚金都不在里边了，是吧？那么只有伤官又没有财
又没有印，什么都没有的话，那这种三观的话呢，就三观虽巧啊，就像是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你这个就发挥不出特别好的优势来，他就说不大贵啊，不大贵也不大富了。如果见到水多木多，那么定是常人。水多木多，那么这个就湿木很难生丁火了，这个丁火就不能很大的发挥它的能量了，因为我们讲湿木不能引丁火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了。或四柱多丙，不见人鬼，那么四柱多丙火，不见人鬼水，那么就是说丙多丁官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他说此人贫苦，或丁年四月丁巳日丙午时，一丙不躲二丁啊。那么如果说一个丙火但是有两个丁火，那么他说一个丙火是躲不了两个丁火的啊，只能躲去一个，可能是这个意思。他说还是就算不是很显达的话呢，也能够名播四邻，就是还是不错的啊，有名望的。故书曰：丁火阴柔一烛灯，太阳相见夺光明，柱中若见假木透，定须深谙福字林。所以还是说丁火有了假木这个敌木的话呢，就还是一切都比较这个叫什么深谙福字林了，是吧，就是比较安全了。这是一个总数啊，四月份的丁火他可能会三官三进，可能会三官生财，也可能会三官配印啊，也可能就是用这个庚金甲木这种寻常的就是组合方式来做啊，都可以的。这是四月的丁火。好，那我们这个再往后看五月的丁火啊，这个就是我这个白话文注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已。那么我们还是看五月的丁火。他说五月丁火时归见禄，不宜乱用甲木。那五月丁火呢就是叫见禄格局，对吧，因为丁火的禄位就在五，所以见禄格局他说不宜乱用甲木。欲年透格位之人，不贪丁合者，中而且厚。也就是说如果年干透出了一个壬水，年干透出了一个壬水，那么跟日干呢是格位相合的，那么格位相合呢，他说是不像近身相合啊，那个是叫容易贪合。那么格位相合的话呢，他说是比较忠厚啊，在那个格性在里边。他说或支撑火局，干见火出，得跟人两透者，科甲定然。也就是说地支如果成了火局，你本身生在五月，你比如说又见到寅木戌土是吧，寅木戌呢就成了火局了，或者四五位也是成了火局，那么你天干不是又有丁火或甚至丙火来透出的话呢，这个火就太旺了，这时候一定要调侯了。五月的话丁火呢是喜欢调侯有壬水，那么又有庚金发水源，他说跟人两透，那么科甲就定然了。如果又透出个土来制住这个壬水，那就变成常人了。一般我们喜欢用壬水或者癸水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己土的。当然戊土有的时候也不喜欢。那么这个就是讲，如果说地支火比较旺尤其是从火局的这种见禄格局来看的话，首先就是要用壬水，最好再加上庚金来发水源，就是这样。如果有土透出来，那就是常人了。他说或人藏之中亦非白丁，就是比如说没有人水，但是我地支有亥水也可以也不是就是文盲了白丁嘛，对吧，是吧，或者普通老百姓了，是吧，但要运行西方方可发达，也就是说运要走到西方金运，那水才能够声望起来，才可发达。得以鬼透，名曰独煞当权，出人头地。如果只有一个癸水透出来，那么叫独煞当权，因为你首先还是在原来的这个条件啊，就是支撑火局火比较旺的情况底下，那么独煞当权也是能够出人头地的。若见寅辰亥卯字，
画木生火平常人物，如果再见到尹茂成啊或者亥卯未啊这样的一些木局啊，这个木局的话呢，你当然不会成为木局，因为其实地支火比较旺的话已经基本成了火局了，只是在得到比如说像尹茂成啊亥卯未啊这样的一些字来助力的话呢，他说这就是平常人了啊，只能丰衣足食中年富，但是行客子息劳而无功。这就是讲他其实火太旺，再加上木来生火，有可能是专旺，是吧？啊，虽然专旺可能还是丰衣足食中年富，但是呢，太旺的话，火太旺的话呢，容易行客子息。子息因为在尤其是男命中的话呢，是官杀星作为子女星来看的，火太旺，官杀这个就被熬干了啊，就行客子息。或丙午月丁未日辛亥时，亥中有人治丙，不治贫苦。若丙午时，则地水难救炎火，必主生道。也就是说，地支火比较旺的时候呢，像我们时辰生在辛亥时，他举个例子啊，生在辛亥时的话呢，还有这个亥水，对吧？还有辛金发这个水源，那么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亥中其实是有壬水藏在这个地支里头啊，还是可以来治啊这个丙的，它这个意思。但这个治丙的话是属于伏地之兵了，要等到岁运把它引出来，它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功效。但是自然命局中有，那就代表着它还是可以有啊发富的那一天啊，至少有这么一个隐藏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他说如果生在的时辰也是丙午时呢，全是火，一点水都没有啊，那么他说滴水难救炎火，这个火太大了，是吧？那必主生道，这就偏枯了嘛，那么就是等于是孤独之人必主生道。他说若年之见子虽不克甲亦有一金，年之若见到子水，这个子水其实就是一个七煞。那么其实有子午相冲了，因为你在五月嘛，子午相冲，但是他说也是有好处的啊，年支见到水，否则的话呢这个火太旺，是吧？但是年支见到水即使不能克甲，他说也还是有了一些衣食吧，那不至太贫苦了。若干支无火局，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讲干支里头没有火局，有水透干，需用甲木，又要根金披甲方明，也就是说有水透到天干上去啊，地支呢又不是火局，也就不是那么的旺啊，不是那么的烈，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用甲木。也就是说哎，但是我本身还是旺，只是不是极旺的话，我还能用甲木吗？啊，可以。但是呢他说要用根金披甲木方明啊，方明就是丁火就明亮起来了，是吧？就木火通明嘛，主大富贵。或木少火多，焚其木性，不能光透九霄，荣华不久。木头太少的话啊，火又比较旺的话呢，就反而会把这个木头给焚烧掉。所以他说即使有富贵也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你这个木坚持不了太久了。好，那么申月是禄位皆啊之皆生旺合局，又以火出无滴水解也，乃生旺无一孤贫之格啊。这个其实还是也是讲，如果太生旺了啊，火呢又透出来，又没有水来调喉，这种情况呢生旺无一呢就是孤贫之命啊。刚才讲的生道之流也算是孤贫之命这个一个。那么女必为尼，也就是如果女命的话呢，就是可能成为尼姑了，是吧？运行北地，反主凶恶或者反主凶威。他说因为你原局中没有水，你再走到水运上来的话，哎，感觉是不是大运终于来水了，是不是好？他说其实反而不好，因为你火极旺以后不喜欢啊被反冲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有犯旺的危险。好，他说用人则金妻水子，用甲则水妻木子，这里头我们不解释了，这个之前讲过好多次。好，那我们五月丁火呢，大概就是按照他讲的，是吧？见禄格局的时候，一般往往不是在用甲木了，啊，五月是属于
火非常烈的时候，四月还算好的是吧？5月是火非常烈的时候，所以的话呢，是首先调好冷水为主啊，没有水来解这个炎热的话呢，就容易孤苦。好，那我们最后来看六月丁火，六月丁火阴柔退气，但值三伏生寒，丁若即矣，专取甲木壬水次之。也就是说，六月其实就是未月了。未月的丁火呢，他说已经算是三伏生寒，虽然还是在三伏天，但是已经寒气开始进入了。所以呢，他说丁火呢已经是很弱了，因为未本身也是丁火的这个食神，是吧？本气是食神，那么也是泄耗丁火之气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主要是以甲木来生助丁火为主了。而壬水呢，次之，壬水次之，若得甲出天干，支成木局，见亥中之人为木神有根，进丁火必然克甲。即使不见木局，支见壬水，虽不大贵，亦有灵隐之气，无根不妙。也就是说，他对六月丁火的判断，首先第一用神还是甲木，壬水是次之的。那么壬水如果是在地支亥水中的话呢，他说亥可以作为甲木的长生之地啊，那还是木神有根，他说这个就比较不错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没有甲木这个前提的话，这个是不行的啊，他一定要有甲木这个作为前提，那么亥水作为甲木的长生啊，还是不错的。他说支见壬水。虽不大贵，亦有灵隐之气，无根不妙。无根不妙呢？还是说他还是喜欢根茎来劈甲木来生这个丁火还是这样的。或支撑水局，见水透干，